我認同。所以咧，我今日咧冇打算好似其他有好一樣咁用理據去擊敗你。如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繼續係狂妄自大一意，繼續堅決修改法例嘅話，我只希望咁多位朋友同我哋一齊為香港有無恥同埋無能嘅官員同埋議員，用餘下嘅2分20秒默哀奉獻，代表我哋呢個議會再冇公眾嘅聲音。我想不出聲都是發表意見的，正確。三步，加速之下。